感谢各位，伫咧今仔日这个拜六下晡吼，两点啊一只，虽然他拄好有蚊啊叮过来吼，啊，所以请各位家己设置啊吼。啊，因明天交代我的主题是讲中华十字吼对民主运动的影响啦。啊，我有简单话做一下笔记的吼，啊，其实我组内底大概嘛有谈到这问题啦吼。啊，那么我最近昨今仔日脸书我拢有发表较短一款文章吼。第一个中华是啥物？吼，因为中华的界定吼。一般来讲，李小龙教授大概有两种的解说啦，吼，一种较快吼、较公义的，就是讲大概是战后吼，1945年以后啊，1947年也是讲1949年国民党来台湾了，哦，所有唔是国民党政的拢用公义上拢解说出中国啦，哦，啊，但是咧，真正较狭义的吼，较狭义的中国是1975年吼，黄信介先生啊，康定雄先生因成立这个。创办这个台湾政论杂志吼，啊，像我老师伊其实内底嘛拢写着文章啦，哦，啊，恁若想要知影打几篇才忙伊啦，哦，伫这中间开始因慢慢开始全台湾去串联一寡即中华人士，因为过去国民党是完全甲你压制，互你是地方山头吼，啊，你着反正对无？咱知影讲过去旧个台中关嘛有啥物红派甲黑派嘛吼，啊，伫阮这个咱中华嘛有啥物？哦，各种地方派系嘛，啊，都国民党伫这中间，伊就有在甲你，伊就在甲你控制讲看啦，变讲像桃园都对无，好多人啦做馆长，啊，客家人就去做议长，哦，这万年兄应该会用解释讲，即中华的两种解释，真正咱讲的中华人士大概就是讲一般讲1975年以后吼，慢慢安尼全都串联起来吼，到当时。上大的时阵，美利都十字后壁60几个社会委员吼，其实是拢已经是中华时代吼各管区的头人啦。哦，安尼啊，第二项咧吼，大家讲当，若要讲较快，像自由中国，1949年哦11月20日吼，雷震伫台湾创办自由中国的时阵，因为迄阵还阁是中原嘛，啊尾啊为着谢兆平先生吼，伊一篇文章主张讲迄个。政工人员啥物吼，分对国家化嘛，啊老蒋甲小蒋就足生气的吼，所以到尾叫开除董蒋嘛。哦，那过来延续的时阵，吼、哦、文青杂志、大学杂志吼，啊其实我最近有看一寡禁书的资料吼，其实即马已经真少找有啦。老一辈应该拢知影叫做人间事吼，伊拢算倒口正声安尼吼，毋是讲真严肃咧讲党政治啊。伫这中间慢慢来，所以讲。较正式的中华杂志，基本上有关头，大家嘛是拢伫咧1975年吼，台湾政论开始。那台湾政论，我收集到的资料就讲，像张炎宪先生吼，即前国史馆馆长吼，伊伫美利都事件甲台湾民主运动的转折，这个论文内底吼，伊有写着讲，主要有六个面向啦吼。第一点就是讲，已经开始关心台湾的未来前途。第二点就是因开始咧批判这个大中国的意识啦，因为咱较老一辈拢知影吼，我爱中华啥物啥，规大堆。那么第三点就嘛是批判伊一党独大嘛吼，主张政党政治嘛。其实像咱即马就是政党政治嘛，选总统、国党拢会用推选人出来嘛。啊，较早咱拢真清楚嘛，反正国台代表几千人啊，就选一个总统，啊，迄个总统就干呐。提名一个吼，啊，当选名也嘛一个，啊，有选敢那无选的。啊，第四点开始主张讲新闻自由嘛，啊，新闻自由部分其实就是牵涉着讲进行这个1987年、1988年的正月初，哦，才开放报禁，啊，这就是甲报禁有关系嘛，啊，新闻自由，这甲报禁有关系嘛。啊，第五点讲选举的言论吼，会用批判国情嘛，啊，较早迄个伊的。国策是连批评都袂，拢袂当批评伊嘛。我会记得讲，伫中华，啊，再张春南先生吼，佮王金珠、李伟英先生、到洪雄先生吼，都因为诶，迄阵大概应该是80年迄届的时阵，哦，一个选国代，一个选立委哇，啊，选到两个拢违反选罢法，啊，判刑就掠去关嘛吼，啊，即个国策拢袂用批评嘛。啊，第六点就是讲主张戒毒戒严啊，
啊，咱个概念是嘛，到1987年七月十五日吼，才开始真正概念嘛。啊，那概念啦吼，啊，概念个时间对1949年五月二十，刚拄差不多38年，阮两个月。啊，即中间咱就发觉讲，为什么大家会开始买动物杂志？啊，逢到大学，啊，即中间就拄有机会看陈正伦。哦，啊，迄种写去吼，我到即摆会记，真趣味，讲、欸、诶，因过去所受的教育拢是阮党国标准的教育吼，哦，啊是对哇，咧领袖过来就大主义，吼、哦，啊国家已经排咧第三个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又发觉讲，诶、欸，啊，即讲的拢完全甲你受的教育面啊，完全拢是无同的，啊，但是伊佫嘛毋是讲无道理咧，啊，你开始卖存疑啊吼，啊了后的时阵都有机会，啊，就开始咧。大学杂志啦，文青啦，自由中国啦吼，啊，等下家己学袂，学袂抄，学袂款嘞。啊，对这算加减有关心。台中市民进党台中市主，也党部的主委吼，陈宝文先生吼，伊即摆伫公路开统一检验院吼，啊，我即个朋友伊一挂迄私底下的，吼，包括讲潮流啥物啥拢提，啊，所以我拢买着，读会着，因为像林正杰的选举万岁正版的啦吼。伊迄阵我会记我捌伫台中市税务处拍工嘛，一个月1300块，迄本书我买1000块，我买1000块租两本，佮一本另外是伫矿石金边服务处吼，中山路买遐买吼，迄本嘛1000块啦，迄本是美国版的陈文成博士的纪念册的影印本。我大学过时阵哦，薪水一半，差不多拢买当我杂志交当伊头家啊。迄阵，迄面遐讲叫我寄落，我寄落我厝伊，放遐杂志我整理的。我家己嘛发觉讲夭壽，我那迄阵买遮济，拢总有2000几本，啊，现在佫坐船超3000左右啊。哦，啊，刚才迄阵，咱讲刚才迄阵一本虽然讲50块啦吼，到尾也较贵啦，55块、60块，哦，有诶较大本诶，好正本诶，可能是100块、101块。甲各位报告就讲，这真正是一个缘分就安尼落来。啊，我迄阵当初足简单诶一个初心就是讲，啊好啊，你敬重我，你安尼敬到遮雄吼，因尤其我1980年台中市尾也食头路了吼，我台中。我伫爱国街，哦，和平路遐过爱国街中正部吼，我算讲遐嘛常客咧。啊，那安怎着对无？即本查无着啥物啥，啊着叫咱讲讲问爽个嘛好，着叫我诶，你明诶，了解你明8点来报道吼。啊，敬总遐真了事，因为因每目收一本吼，奖金5块。我记啊足清楚，我阵啊做发行经理，一个月薪水才36块。啊，伊5000本，你若拢有收吼。伊干那即组25000块个奖金，我话留50本没有收呀。啊，伊当建工来吼，摕个算讲查证的这个公文来是喏。哦，到尾我拢知安怎撸啦。啊，你这个传真的，他叫传真机，大10几万吼，30几万人家10几万，咱民间买袂起的。啊，这个没有光环啊。啊，就才别才这个你看就营运在这不是啊，不然你就盖回去盖个动静部的光环啊。啊，那要咱要争取时间嘛。啊，我。像安尼就是啊，甲母一个，我就伊就配面啊。伊讲要借我电话，我煞袂瘾借。你电话借我不借？啊，过一时半钟头，有一个 PE 小组来，迄路我嘛带一个，4-5个拢100倍以上诶，迄体重我看拢只要100以上，我雄壮威武，迄真正叫做雄壮威武。路来问讲啥物代志，我毋知啊，你问伊啊。问啊，怎伊安怎我？哎，迄 PE 小组我爱吵伊，结果是官区来。伊毋知讲，较早管区咱拢甲我拢甲招呼甲足好势，伊拢毋有当时毋免来收报社吼，伊逐个月奖金拢优势势，伊只要一通电话拍来，廖经理，我要缴嘞，我多少本？20哦，给你30的啦。吼、哦、啊，完全的，伊有当时啊讲啊，我没有时间去，没关系，我叫我们那个外务吼，出去市区送货的时候顺便再过去送你。但服务偌好嘞，管区来，啊不会啦，煞听我讲话，伊还佫较严肃。啊，母家呢，伊煞袂受伤呢。啊，这是我伫台中即4-5年的小故事，啊，这是算第一代我记较清楚。啊，到尾啊，那帮我屁股都麻痹啊，大家拢笑，啊，笑到尾都拢好笑。哦，迄种多卡是足侪物件个啦。有诶，到尾咪干脆甲你讲，安尼关机啊，啊你啊无安尼就留，你就有留5趴给我啊，啊对不？啊，伊先收啊，无伊一间，诶，一间店去收2本，赚10块。伊走十间店，赚200块。伊才甲歹，伊找我讲的时阵，来啊来瞧啊。我发觉讲吼，有接济啊，我嘛讲袂完。我干脆就讲，咱这个先摆的这个迄款嘞吼，八十年代吼，
当政人了时阵，八十年代是美丽岛国早创办，伊伫1979年六月吼创刊的吼啊，伫先干伫遮，我办七期就美丽岛事件都，都讲大家拢打烊啊，爱变旅游的，真正变旅游的，啊旅游介好办，反正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嘛发觉讲吼，有诶是感觉足无理，啊迄个旅游拢足空泛的，吼、哦，台湾地区。出版物管制办法，台南市里出版物管制办法，上条两个第三条，第五款、第六款、第七款，因为我最近搁整理第二本，要写一寡禁书的款的，这几条上常在用。啊，伊理由会用足简单，啊，反正就是你家己怎读者来款，啊，同款，你甲违反国策拢同款，反正就是禁嘛。啊，有诶可能较凶的收较紧，像选举万岁，怎啊遐贵？印一万本只，大家点啊唱，即前辈嘛拢当顶唱拢唱十支，唱主拢唱到的，反正唱到就家己的，啊，镜头也搬下就引导的安尼。前摆因有讲的无，有足大个讲的。你莫以为蒋经国伊啊会志愿要去解读解严，哦，绝对是咱台湾人会反抗到一定的程度。哦，你莫以为讲啊，民进党伊啊，哦，伊成立啊，蒋经国手写也办办啊，就办过，唔是，因为是。局势惊到这啊吼，伊无安尼做，伊会死到真歹看。哦，那么所以有个人，伊种可比，我对伊无啥物意见，因为我住新北市，哦，我唔住台北市，我住台北市可能我对意见有较侪。啊，但是伊讲伊尊敬蒋经国，我就听袂落。可比上届科学伊完全无历史感的人，讲到白，我唔知影是非个啦。所以台湾今后民主化是真正就像。什么前辈，因只大家一群人吼，他拄啊，下面上都提政治家第半个看第七级的啥，诶，十几个是东，他才讲东华新生代啦，啊，哪讲这第一要讲就上啊，即马大家拢老扑克啦，哦，啊，就是自由民主是一步一步行出来，无迄款啊，毋好，咱毋好永远毋好期望统治者吼，哦，手势也较悬的，莫来这套，咱拢爱监督。小英总统五月二十开始，咱嘛爱监督。但是我个人的看法就讲，这一两年可能咱大家拢啊真辛苦啦，因为经济迄无在遐尼紧就平民的啦。哦，啊，但是咱嘛啊，督促讲民进党这小立委吼，有诶要爱入客来吼，咱是苦讲因拢卖来，拢卖来吼。啊，佫要佫甚物叫高雄无去点名去啊？我实在是利人关系啊，吼，咱卖讲啥利人关系，啊，真正是利人关民来，算甲是阮本事。其实中间咱发觉讲，其实民进党咱嘛爱监督个，毋是讲哦选出来只，其实真正讲话讲，较早真袂歹用着讲，民进党只立委68个吼，那鸡兔同笼啦，哦，真认真也有啦，啊遐款阿萨布伦嘛，加加减减啦，啊所以咱希望讲台湾会搁较好，大家嘛是共我来监督，啊，今党外十字，我认为讲耶稣人嘛是另外啦，因为。每一个历史的阶段，伊历史阶段变到这慢慢就会消退。哦，啊，万事上后摆这十字就，我有拜托燕平兄讲，是新闻我也会，我开始各位村民吼，当我十字吼，拢送上去也会啦。啊，咱大家再来倾倾的吼，有再倾几套的吼。啊，看不管是文化中心啦，是 NGO 有新的保留的所在吼，这嘛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啦，啊，甲保留落来啦。哦，感谢。